大家好，我这个假眼球被我一不小心吞肚子里了，你说我这咋办呢？没事，平时多注意一下大便，能排出来啊。现在拉不出来，那个假眼球好像卡到肛门那块了，费劲出不来。啊，是这样。那咋整？跟我这边来一下吧，我给你看看。裤子脱了，撅着。怎么了，大夫？怎么这样呢？我看了这么多年屁眼，今天被屁眼看了一眼。点个赞，关注一下吧。大军，谁叫出来？我哥哥，手机给你。大哥，还记着我吗？别动，大军，大军，把钱拿过来。没有钱。还打嗝不了？啊？还打不打嗝了？打嗝了。谢谢。有一回我打嗝，你就是这么给我治好的，怎么样？不打嗝了吧？哦，是不打嗝了，但是你给我吓尿裤子了。啊！点个赞，关注一下吧。